字超子子超紫金时代。对，好，没关系。直接先打开了吗？等一下，后面。姐姐，我刚刚讲完了。啊？我刚刚讲完了。好，打开。行，姐姐等下也会讲哦。嗯，好的。在哪里呀？啊，这里。我们先从这边打开。这个肥猪猪的头断掉了。超级惊喜包，哎呀，这样有胶带，不可以来放东西。撕开，这超级惊喜袋里面有什么玩意？有没有？拿出来。这是贴纸、啊，好，照一下。哇，两张贴纸，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吗？对啊。一个折纸。哇，折纸好。我卡的彩色色纸。这是胶水。梳子。好多、哦。多了。笔记本，不会啊，很棒啊。对，不会有瑕疵吧？应该没有吧？它不会贴纸是不是？还有吗？还有。哇，那么多。这个卡片，生日卡片。baby 哦。嗯。生日卡片，对。哇，那么多。还有。生日卡片。对，还有。这是什么卡片？是生日吗？应该是出生。好啊。最后一个了，还是一个笔，自动铅笔，还有吗？没有了。91分。好啊。自动笔。自动铅笔。自动铅笔。对啊。哇，这么多。这么多，好。91分啊。好，拜拜。他姐姐了。他说拜拜。哎、欸，怎么叫我拿？我说拜拜啊。哎，拜拜嘞。下次见啊。拜拜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要记得订阅哦。